益在哪里？你把你的股四头肌锻炼好，基本上它可以帮你分担你的膝关节的沉重。坐着看我们医学大联盟，把脚抬起来，有没有？你看我刚我用力的时候，我的外收肌有没有？哎呦，是不是？在家里快要抽筋哎！我们通常会在运动之后帮学员做舒缓。哎呀，不知道。女生可以做单脚的，好，单脚的内侧。对，老师，那在开的时候表情需要。黄金岁月后，请收看医学大联盟。